啊，我，这个大招是我特意吩咐人为你置办的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意。你初来乍到，这草原上定有许多不适应，有什么想要的、要用的，只管跟我说，我立刻去办。阿狸妈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拜见真王子大妃。我不是他大妃。这草原上要找几个会说汉话的可不容易，好不容易千挑万选才找了这么个看着顺眼一点的。你要是不喜欢跟我说，我再给你换。阿丽玛。你眼前的这位是此刻呼兰草原上最尊贵的女人，你可要好好侍奉，悉心照料。若她有半点不喜欢、不满意，我马上把你扔回奴隶营去，明白了吗？阿丽玛定会全力侍奉大妃。你听不懂吧？我不是她的大妃，我是豫章王妃。好，听他的。是。去给王妃打盆热水，洗洗脸。是。来，喝点草原上最好的奶茶。请你出去。草原苦寒之地，喝点热奶茶可以暖暖身子。